天空，天空。这就是最有名的露天大佛。不过呀，以前你是没有办法看到这尊大佛的。因为前面的山体塌了，才把这尊大佛暴露在天空之下。Oh, how can we explain the ground in Chinese? In China, we call it 地。地，地。每一根都有一头大象在地上拖着它。大象在佛教里代表着吉祥和灵气，别光往柱子上看，看看这地上有什么。How to say mountain in Chinese? 山。山。I'm so cold because.The wind has a little bit strong. I see the leaves just shaking with me. 风。风。风。你知道这里有多少尊佛像吗？一共有51000多座。只不过啊，这山里的风比较大，很多佛像都风化了。你在干什么？ I just watched the cloud. 云。云。云。I'm sitting down this park bench. The material of the bench is wood, right? We call it 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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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佛像都是用木头雕刻的，那我们就看不到这么壮观的景象了。古人很聪明，所以啊，他们觉得木头会被烧毁，铜呢会被烧化，所以他们都会用这种山石来做这种佛像。What's the material of the fountain? It's by stone. In China, we call it 石。两个眼睛也是空的，里面装的不会是宝石吧？照你这么说啊，那你可来晚了。不过据说这是因为当时北魏迁都，这个工程还没有完成，所以石匠留下来的石窟。哦。The water is 水。水。水。小曼，喝口水吧，谢谢。There is a tree.
we call tree in Chinese is 树。当年释迦摩尼就是在尼泊尔那片土地上的菩提树下顿悟成佛的。嗯。Wow, this is fire. In China, we call it 火。火，火，火。来自希腊的火，见证了中国的时空文化。也点燃了奥林匹克精神的火苗。